點啊你？你係咩料啊你？我咩料？係我係泛性戀嘅。你嘅戀愛經驗有幾多先？其實我數唔到。找伴侶咧，唔同時期的我咧都有不同的取態。前期冇信心，基本上可能咧，你如果用 app 嘅話咧，就好少擺真相啦，或者可能 crop 啲唔 crop 啲，或者淨係個胸咁樣咯。哇！好識搞呢啲咁嘅我，即係有冇啲人試過翻尋味㗎？咁梗係有啦，試過翻尋味嗰個咪變咗以前男朋友咯。幾肥啊佢？鋼條瘦嘅。好開心啊！個性生活好開心啊！好長㗎，三年半拍咗，唔係啊，個長度啊，唔係。我曾經有逼自己去睇肌肉男，你去揾咩肌肉男睇啊？紅峰嗰啲人，係啊，嗰陣時有 internet 㗎啦嘛，有啲乜嘢肌肉男咁樣，但係嗰啲阿諾舒華辛力加嗰啲相。你一個禮拜打幾次飛機？每一日都打。你以前是男人，你不是每一日都打嘛？我打一次飛機咧，會腳軟兩日。你好虛喎，個身體。後生仔打一次飛機腳軟。所有秒切咯。我到而家最多都一日三次啦。一日打三次，有時多得滯啊嘛，大佬啊！